由花莲县太鲁阁社会关怀协会主办，太鲁阁中会大众传播部及新眼光电视台承办的神社剪刀手影片拍摄制作及观念养成研习营，8月22号到23号在秀林长老教会举行，将教导您活用随身工具记录精彩时刻，实践媒体宣教，限额100名，报名费300元，报名专线02-2831-8000，分机162，陈姐妹150，林姐妹02-2831-8000，分机162，陈姐妹150，林姐妹